我的天哪，这么一家小店居然这么多人在排队，而且晚上不开门，周末也不开门，这老板太有个性了吧。陶醉上海十二年探店经验，带你一探究竟。就是这家老地方面馆，襄阳南路的头牌，一家名气比店面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小馆子，30年来就3张圆桌。小陶排了半小时的队，总算到了门口。老板娘很厉害，这么多人点单，光用脑子就能记得住。由于浇头现点现炒，小陶点好单后又等了近半小时，整整一个小时总算吃上了面。新咸菜木鱼面是招牌，新咸菜带着淡淡的清香和鲜嫩的木鱼搭在一起，咸鲜里又带些清甜，没有浓油赤酱，但令人印象深刻。爆三样面是内脏爱好者的最爱，腰花、猪肝、肉丝，鲜嫩不带一丝腥气，面里还加了韭菜，拌一拌啊呜一大口。比手掌还大块的炸猪排也很推荐，脆脆的面衣包裹着多汁的肉排，真的很香。两碗面加一块炸猪排，总共花了100出头，你觉得值吗？关注陶醉上海，评论说出你最爱的面馆，下次小陶带你去吃。我在上海，大家都在。